Transformers Cyberverse.伙伴，出动！大黄蜂，你没事吧？你刚才挨了一记重炮。我没事，我只希望地球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捍卫他们。这个嘛，他们要是不知道我们存在，我会更高兴。这辆汽车和这辆卡车，他们就这样出现了。他们是超大型的机器人，还有喷射机。 他怎么会在这？正在路上，正在进行飞车追逐战，可以看到警方奋力追袭中。他们正往南行驶，有状况发生了。什么？这是机器人！我的天哪！我要消灭你们！啊！这是本周的机器人出包排行榜第三名，机器人出包第二名。 这家伙喜欢跳舞，可惜他跳得不怎么样。千万别被外表给骗喽，那绝对不是汽车。这就是本周的机器人出包第一名。整个城市持续在疏散，因为博派跟黄派之间的战争越演越烈。等等，怎么回事？黄派的船舰掉下来了，即将要坠毁。 我的名字是柯博文，我是博派的领袖，我们击败了入侵的狂派，但只是暂时的。很抱歉破坏了你们的城市，不过请记住，只要你们的世界再次面临狂派的威胁，我们会为你们而战。博派伙伴，前进！啊！啊！啊！ 看看我们星球冲击者的强力光束，已经穿透地球的大气层，老师的承认吧，你们已经失败了。我们绝对不会放弃，密卡德。博派伙伴，我们必须阻止狂派伤害地球。省省吧，你们的努力没用的。 祝你飞行愉快，玩得开心一点，再也不要回来。游戏结束了，接下来就好好休息吧。追击者，我来这里，把他击落。 告诉我来帮忙缝纫。谢了，钢索。啊！啊，真麻烦。起飞吧！哇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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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好，看我正中红心。那招真帅！你们为什么要为这颗星球战斗？等我毁了它，我们就都能寻找火种源。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星球牺牲别人。你们别想挡我！天王星，空中支援，现在！天王星！你们这些家伙在看什么？长官，他要来了！立刻启动立场！这样不行，启动立场，密卡登就会被挡在外面。照做，快点！谁也挡不住钢索！看吧，刚才不启动立场就等着遭殃。要是密卡登不够强大，没有我们支援就回不来这里，那是他自己的问题。你先关心你自己的问题吧。你到底在笑什么？啊！天王星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扯我后腿。不是我的错，都是滑流害的。闭嘴！你过来。滑流，从这一刻开始由你指挥追击者。不行，不可以，他们是我的。安静，以后你是长官，对他下令吧。是，密卡登大人。不！你受伤了？这没什么，完成你们的任务。你做得到吗，阿基？没问题，他们没有新技术，还在使用我在赛博坦的时候发明的立场。魔派伙伴，破坏星球冲击者。快回来，还要爆炸了。柯博文，那些狂派跑哪去了？在那里，我们走。事情还没结束，他们肯定有阴谋。我猜这些都是你计划的，震荡波。你推测得很正确，密卡登大人。事情还没结束，不可能的，我会等待逆转的机会，等着瞧吧。